看着。你可曾有听说一个美丽的传说，长白山的脚下穿着白衣的少年的好活泼。你也许曾见过热情的多好客，朴实又善良的恶魔，你做饭菜请你来家里做。离开了家乡的我独自漂泊在外面残酷的社会，无知又胆小的我怕黑，但是从来没想过要撤退。无才就是我的梦想，即便现实早已经变得支离破碎。民族的自豪感时刻背在身上，必定要有所作为。如今的我已站到这里，抛下所有压力，祖国五十六个民族，五十六的花，简单来它代表我的家。无论我选择的是退退，不管有多难怎么退，好像真的只有代表我的同胞站到这个舞台上，我才能安然入睡。